苗子啊，他俩以前他们家就隔了一堵墙，真的就隔堵墙。因为你看这台词，他们就有交代嘛，对不对？有交代，他小时候怎么能听出那么多事儿啊？他们家打架他都能听得见，吵架什么的都能听得见，其实就隔了一堵墙。我说小顾千帆小时候可可怜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爸他妈不管他，有时候就自己一人，小时候也不爱说话。我说我话特多，他呢话不多啊，他比较木讷，所以管他叫小木头啊。然后我说他说不过我，但是我打不过他。对，我跟我那竹马，我说我打不过他，老揍我。那我们家有什么好玩的，我也不让他玩，对不对？我只能用这方面欺负他。然后小时候他们家没饭的时候，我还老给他接到我们家来吃饭呢，然后给他什么他吃什么，有时候还给他那米饭里放盐，他都吃，咸死他。就自己编了好多词儿。然后最后也没用，我看那镜头也没用，就可能就是真时长太长了，这个他就给剪掉了。